知几时开始，妈咪就开始同我玩捉迷藏。谂都冇谂过六十几岁就会有认知障碍，以为住老人院万无一失。点知妈咪中意周围走，同我细个一样。每次佢揾翻我嗰阵，佢都会好嬲。你去咗边啊？不过好快就会笑住同我讲：，唉，算啦，迟啲你大个咗就同唔到你玩噶啦。妈咪又话我大个咗唔同我玩。认知障碍症患者因为记忆力受到影响，好容易会走失。协会嘅随身保服务应用定位技术。配合智安心应用程式和遥控响号功能，就可以轻松帮助家人搜寻患者了。